到各种精彩的比赛，真的这种逆袭的节奏，对，这种精彩的比赛真的是让我们已经是怎么说呢，比赛太过于精彩了，对，即使他都是二比零，我们看了也肺活量绝对不够了。我觉得今天我跟小朗已经晚上已经我们在这晚上给大家带来这些直播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我们直接那个哑着嗓子，我们也做好回家疯狂补充水分的那个准备了，对，确实确实打得太精彩了，是吧，无话可说，我依然不能淡定，每位选手打得都非常的出彩，是吧，从第一场到现在这些，比如说像第一场是吧，那个本以为那个小三会真的逆袭了，这个被逆袭了，这个情况真太少见了，是吧，对对对，所以说在比赛场上什么情况都会有可能发生的，对，我现在特别想说啊，难道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领导他今天跑出去了，对吧，对，然后跑出去再跟他哥的叉叉欧还什么他不要这么不要让领导看到怎么办，咱们只是说领导没有说我们 boss 对吧，对，领导算什么对吧，boss 才最大是吧，哪天咱们对吧，咱们组织节目组织好了是吧，然后大家支持对吧，咱们也是领导对吧，对吧，咱们也能做领导对吧，什么叫做领导，到时之前我们现在说那些领导是不是他到时成了咱们的下属对吧，咱们的小弟吧，对吧，哎，我说小弟来给我们泡杯咖啡咱们俩茶是吧，了解，好，不黑不黑不黑，这太黑了，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也是怀有梦想的，对啊，对，我们也希望在将来几年以后如果大家一直陪伴在这边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有天我们也能被他说领导，但是被说的是亲爱是我们亲爱的领导，对对对，咱们废话不多，咱们那个导播弟现在也是对吧，那个已经忍不下去了，咱们还是先那个加快比赛进度，好，不能先看一下那个选手资料，看下场比赛，哎呀不能等，哦，哎呀现在老熟人，各种霸气的小街坊，这么屌啊！我已经很激动了。对，小街坊，你怎么能不提供你照片呢？对吧？对，你看这每次比赛打的都那么出彩，那要不提照片真是可惜。AS 战队的，哇！哎，想到那个妹子 ，AS 战队的啊，咱们先不要提照片，那先说，先介绍。好好好，啊，李佳丽，小街坊。由于职业许学许家大学林家九重啊，这个还是最霸气的，你来练想说的话，敢爱敢恨敢拼敢啥敢啥敢啥我们太激动了，我们这么讲，所以话这名他还遇见请三十说我就是这么屌怎么样他阿东都说小姐们你要不要这么屌，我就应该屌一下，对不对，不要这么黑，不要再咱们还是加快进度，这不是黑，我从来不黑人，因为什么想要去打太出彩了，对，那的确是没错，我上个记者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当时我真的整个人都已经亢奋了，而且话都吼出来了，简直是不能忍了，你不要先亢奋了，咱们导播现在已经是疯了，咱们还是先加快一下是吧，好吧，简直是不行的导播，哎对，哎真的你看那个谁进来了，哎那导播妹子吗，不是，他怎么跑进来了，然后是看我们导播哥哥来了，原来刚刚是我们导播妹子过来对我们看一说，而且对我们太激动了是吧，对，好了好了不讲，那咱们麻烦一下导播对手，那导播哥哥来切一下一点长点的杀鸡，长点的杀鸡，那个游戏职业是魔道，魔道大学还是老区啊，那都是高手，对，青龙在天，对，我必须要说一下小杰爸已经给我带太多震撼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选手由你来介绍，我要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准备好我的肺活量。好，咱们来麻烦咱们导播，是吧？那个切换一下那个游戏画面。哎，等等，怎么能切了？啊，被照完，你小说话都没说完，不能这样子。我也是太激动了，你被导播也是很激动，你被华为给震晕啊，不是你被那个小姐妹震晕了吗，现在看什么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想说的话也是不好意思，我的儿啊，这个怎么说呢，是哪个这个啥福利是我的儿，这个福利啊，不福利不过蒲公英的，我这完全没听懂啊，没看懂啊，这个怎么个情况，难道是个女的吗，女人的是我儿吗，应该说我干女儿，不要再黑了，等一下，我觉得因为这个我们刚必须说一下，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的那个基友啊，就是朋友，
关系好都会说，哎，对，那个儿子啊，爸爸啊什么的，这个都能理解的。不要这么，我相信那个咱们这位选手，他肯定是跟他媳妇关系好，这么干好的，所以他会说这句话。对，不让家，我们祝福他们的激情那个长久，长长久久的，对吧？对，一辈子都是好基友，是吧？好，我认定了。那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导播哥哥求切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导播哥哥。好，大家看到我们红方就是我们的小结伴 S， 对，捍卫的 S 战队的荣誉的我们蓝方就是我们的啊杀鸡吧，名字太长不念了，杀鸡对吧，杀鸡对啊、哦、小结伴开始霸气的气场展示了，我小结伴一每次一上来就这么这么犀利，这么屌，又开始霸气，很凶啊，太凶了，哎，这个不是真的，我就不管他了，啊，这我这行啊，这摩摩擦的，哎呀，这好华丽啊，光霸气的被连着是吧，对，被连招也这么霸气，怎么行啊？对，看不下去了，对对对，有点看不下去了。对对，然后小结巴、哎、肯定不能忍，他肯定越打越凶。杀鸡，就你能打半血吗？对，好、杀鸡不弱，杀鸡实力也不俗，果然青龙大天的。能量操纵，是青龙大天吗？我看晕了，是吧？啊，不管，先不管了，咱们只看了，哎呦，这天赋之手，还会拐弯，不俗，有阴阳转换，可是被打了。我这方暗藏杀鸡，还有个心魔。哎，这个卖萌吗？擦发了！哎呀，哎，这错位了，这时候错位了，错位。地图限制，地图因素，对。应该我们在哇，一个刚破骑手，太屌了！小结巴现在开始发飙了，开始疯狂了。先剑诀，对吧？我先卖一半的血，卖完后开始发飙了，是吧？对，都是卖血选手，对吧？对，卖血嘛，是吧？那个卖血的，到时候获得的就是什么一个心理的是吧状态。好，这时候哦，阴阳转换。抓到，刚才一属性抓到满力，那个满蓄力的，简直是要把上一打极限化了。哇，这什么情况？一些太快了，接不上了。对，好，格挡用的非常好，简直是不能忍啊，简直太精彩了。每次小结巴咱们出场的时候都是非常霸气啊。对啊，简直让我们都兴奋起来了。对啊，这霸气不是飞来飞去连招。哇、没抓到，差点差点还掉下。无视各种阵啊，对吧？对，走进去没事，刚破。啊，好一个能量操纵。哎，被连了一下，后面是没行动成功。哦，月牙贴出，简直是力的，简直是我会回来调整一下，调整。对对对，先淡定，你先淡定。这个什么灾厄好像还会拐弯。啊，天哪！啊，又抓到了，抓到了，这道情况对，又跑了，他因为有盾走、哎哦。这个什么情况？哦，双方都打得太焦灼，太激烈了，对吧？哦，新怀啊，一个心魔。啊，我们杀鸡开始抓住机会，这话会带走吗？一套极限连招可能会带走。没有说小结巴、很危险啊，小结巴。小结巴啊，没事，都是每次都会哇，这、防御漂亮，每次都做的非常好。啊，你个大招被抢到了，好、会跪吗？小结巴，小结巴会逆袭吗？跪求逆袭。残血了，残血了，什么情况？要真要逆袭吗？像先锋运动一样逆袭吗？那先淡定一会儿。咱们看的也是挺激动的。他双美站一条直线上面，小猪爸每次都是很。哎呀，这球举手能动，但是这个太漂亮，漂亮一动作预判，预判太精髓了。哎，这什么情况？我当眼花了吗？对，刚才好像我们那边出现了点问题。不，刚好像是突然间他们打太快，导致我们卡了一下，是吧？小猪爸开始会哇，逆袭了吗？逆袭了，逆袭了，终于逆袭，真的逆袭了！哇，这一刻这小猪爸太屌了，真的逆袭了。哇、哦，今天晚上选手们这不淡定了，感觉各种人太可怕了。我们都还没说完就逆袭了。对，小结巴每次那个给我们带来惊喜都是很意外的那种。都在逆袭，就在一瞬间了，简直是。对，而且我们都已经那个什么奔放了，是吧？啊、哦，真是太屌了！看我们裁判M哥哥也在那边认住了，好像。对。为小结巴精彩的表演。但是我们杀鸡打得也非常不错。对对。但是我们小结巴几个防御做的实在太好了，基本上都是稳扎稳打，然后后面一抓抓到机会，最后一下大爆杀，那伤害好高啊，太简直秒了，都是简直太屌了，瞬间就翻盘的节奏，我感觉太精彩了，那个玩家们都最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吧？是啊，那我看到我们这边海选都这么激烈，对，真的32强已经是怎么说啊？不知道怎么讲，各种高手哦，阴阳转换，没蓄力直接强抓，哇，这个真的是骑手骑得非常漂亮。好，一个干破，干破！哎呦，在满蓄的月牙天冲，这飞还飞下来了，然后那运用的非常好，太霸气，太霸气，霸气连招啊！好，再扫地，好，三连杀！哦，阴阳转换又来，杀第二转换成低属性，
又来上哇、哦！那个是阴差阳错吧？没错，过头了啊、不管看我们的杀鸡怎么应对。对，那、哎、小地方还是满血。哇、哦！一个干破起手、哦、成功，太屌太屌！再抓到一套，太屌太屌了！这个冰瞬间再转换成火焰情况，打出那个最高血最大化最大化伤、哎。你看都已经打到都对方都已经都嫩了都嫩了、哦。对，哇！干破直接直接你的技能以上，要不要这么屌，小地方？你要不要这么屌啊？又要再抓他吗？我真是不行啊，真的是。对，那刚才好像还取消了。我现在讲句话，我必须要停顿一下。这时候原地那个什么，那个月牙天冲的话，他还能再移动。哦，这是干破，又干破起手。这用的太好了，这简直要满血带走啊！基本无伤带走啊！再刷，再强刷，剑剑绝大爆杀，哇，漂亮！漂亮，恭喜小剑霸2-0，太霸气了，简直。